这一区啊，这里。也干了。哪一区？我开一家了，反正不会有人摸它
钱人才能玩这个啊。对啊，所以大家都有钱。而问题是你换天线的话，你没天线可以换啊。他没货、啊。就在买啊。网路有啊。哦。就不一定要跟他买啊，啊他就不进啊，我怎么跟他买？还可以叫他进吗？没差啊。我们网路上也没有比较贵，所以就还好。还可以送到家，不用再一直跑过去那边。还是你喜欢开车过去？对啊，